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ウォーズメディバナー今天呢，受到酷爸的邀请，跟什么有关系呢？韩国爸爸，嘎巴！我们现在随机找路人做一个接牌的动作。我们来找一下附近有谁。后面的小哥哥，就是你。啊，不行吗？就这样走了。长得很像吕思贤的人都跟吕思贤有一样的状况。哎，你怎么这么突然啊？那个后弟，哦，吕思贤很大。对，好了，今天韩立哥来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嗨，我是吕思贤 ，Twelve Fresh 新鲜生意啊，我先叫我弟走。你走开了，我们要接榜，我们要清干净。是，对，他走了。思贤问想要卡卡。你们想什么东西呢？街舞啊，饶舌歌手也蛮喜欢这个孩子的哦。难怪我看到很多国外的艺人啊，还是台湾也很多跳街舞的人有穿，饶舌歌手也有穿。是，真的哎，对你来说，街头文化是什么东西呢？街头文化就是在街上呢，我们就是街头文化。啊，说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是，那你踏入这个文化多久了？我从14岁听热狗啊，小时候我先背了唐诗三百首，热狗的九局下半，哎，不。那是怎么样开始？就是自己开始创作。我一开始找不到九局下半的 beat， 但是我要去学校要表演，哎，我就想说，哎，那是不是找一个速度差不多的，就真的唱，因为速度差不多，哎，真的唱得进去。然后我想说，那既然找到一个速度差不多，那不如我可以开始自己学，然后就开始这样。哦，以前都还比较地下。是，对。啊，说，因为我也是，就是我那个时候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想要学中文，我都没有什么中文教材啊，刚好有中文饶舌歌手，我那个时候开始就想说，哦，原来中文是这么的博大精深呢。饶舌这个东西，除了歌词、音乐之后，还有东西。东西跟胡豆，对你来说，因为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，是不是胡豆的 flow 就是我们节奏的短一点，我们可以用节奏和音调，音调让人感受不一样的韵律感。哦，音调、韵律感，音调，哎，是音调还是音？对，我们就是音调啊，哆来咪嘛。对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我听耳朵不好的。哦，我以为你只有眼睛不好，想不到你耳朵也不好。既然说到胡豆，我就想问，你自己在想歌词啊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的胡豆你都是怎么去编排的呢？我先想说，我要硬一点还是松一点，要紧一点还是松一点？我蛮常是先写的歌词，然后再想要怎么唱，然后去根据这个音乐套进去，有增加字数或减少字数。哦，这样子会不会有就是你就硬要把它塞到那个歌里面，硬塞进去，那个感觉是不好的？我就重写，你就直接重写啊？就是我内容会在音乐前面，就我会想哦，你主要是先。想主题要写什么，要讲什么话，然后再把它根据这首歌的气氛感觉去增加减少字数这样。你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？你觉得胡豆是很对你的味？我觉得大热嘴，大热嘴其实对我来说，因为 flow 是我觉得很酷的 flow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我以为是因为 MV 有我在里面，没有跟你没关系啊，跟我完全没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啊，各位朋友，我又搞错了，我以为所有的事情都跟 Melody 有关系呢啊，其实是没有这件事情的。OK， 我跟你讲，今天我还想到那个导演爱吃味。导演，现在他这样子一直都是可以的吗？他这样子一直打岔是可以的吗？一直插我可以吗？不然我现在先让你讲，你先讲啊！你喜欢讲就给你讲来，你还喜欢什么歌来讲啊？高分贝、低电量、保持帅哥、NG， 哎，再来还有什么？还有呢？还有，不然我想不出来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想不出来，就换我手了。我就说，好，各位朋友，今天的韩国爸爸卡帕，他要我们做一个亮选，就是卡帕胡豆，黑酷街舞大赛。对，再说卡帕胡豆的黑酷街舞大赛，我们一起看下去。去年这个活动的前三名，我就准备影片，准备好我就开始了。好，好了 ，OK 嘞。哦，那个小孩子很小吧？感觉很小，年纪轻轻，年纪轻轻这样跳，年纪轻轻这样跳哦，可以耶。我小时候也听过，真的假的？大概14岁的时候，我是先跳舞再唱歌，所以那这个这样翻你觉得怎么样？天厉害，我小时候做不到这些事情。我小时候根本不想动啊，所以才变这样。对啊，就是想维持一个好身材，但是你。就这样结束了。我看我没有看爽，然后就这样结束了，34秒就这样结束，这样甩过去，突然结束了。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第二名，一开始这个脸就切一半哦，我是看不明白啊。OK， 嗨姐，嗨姐，怎么大家都在抢戏啊？对啊，我这个腰怎么这样？对哦。怎么那么快帽子不见了？又来了，这个帽子，喂，又不见了，又来了，又不见了，猜不到，完全猜不到他的帽子是怎么样不见，又回来了，不见又回来了，又来了，哇，这个手很稳哦，我感觉在吃头发，对啊，我们俩有这个问题，哎。他走去哪里？他要回头，他到底走去哪里？他到底要走去哪里？这个比较像，刚刚那个第二名的帽子，就像变魔术一样。我们直接看第一名哦，准备好了吗 ？OK 嘞。哎，都，终于有一个不一样。装满哦。对啊。
哎哎哎哎，我这个男生动作蛮骚的，蛮好看的，是精彩，我们表现可可爱哦，我这样子这样，哦这样子这样，哦这个手速这个手速，哎，哦。我是觉得实至名归啦，真的名言就 OK。他表情就是很看我骚，看我骚，然后就看，看我骚，哦，然后他要走掉了，哎，他走的超级无所谓。不是重点是为什么影片结束都要走掉？他们到底是那如果今天换做你，你会做什么结尾？我跟你说演完了，谢谢。哎，可以，是不是可以？就是简单暴力说，哎，演完了，谢谢。这应该直接不行这样。对，世轩，你们怎么改一下？觉得就是爆米花了，爆米花哇！你这样子吓到糖果爸爸，糖果爸爸直接爽起来了、哦，哇，好坏哦，这种是坏男人哦！我跟你讲，就是各位朋友，如果这个时候再没有人递小纸条进来的话，你会没有办法做下去，你知道吗？记得要递小纸，不是的，请说，好不好？各位朋友，现在只要你在2021年1月1号到2月7号穿着自己的黑色裤子。糖果爸爸非常有大爱，你不一定要穿着卡巴的黑。不过有没有选项我们就不知道。对对对，这个东西、就是、做了要巴结一点。这个对，做了要巴结一点。主办单位是他们可以选谁，你知道吗？反正只要现在你穿着自己的黑裤子，上传到 IG tag 卡巴台湾，我跟你的作品小老鼠 K A B B A 下底线 T A I W A N 卡巴台湾，还有你要 tag 卡巴骷髅，你知道怎么拼吗 ？K A P P A F L O W 哦，你英文很好，非常好。再来 more than band 一样是 hashtag。MORDHANBANDA 就可以参加比赛咯，就是反正里面买完你要做这几个动作了，然后还要记得要设公开贴文，一定要设，拍了影片就白跳了，对对对，不然我们看不到，你知道？邀请各位朋友找你自己的爷爷奶奶姑姑叔叔，记得找你的爷爷奶奶姑姑叔叔。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，还有你找一些小弟弟、小妹妹也是可以的，这样子懂了吧？影片结束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。等一下，嗨，怎么样？这边，糖果爸爸说，第一名卡巴购物精油10000块，第二名卡巴购物精油6000块，是，第三名卡巴购物精油3000块，是，然后加座卡巴购物精油1000块，有三位，是在那吗？对，我看过，不知道，要帮我先。你刚才有没有听到糖果爸爸有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？这个东西有钱，我以我的姿色，我这个卖脸的，我直接去跳，直接做奖。我先不跟你说这么多了，我先去练舞，再见。好难的。